当年这些贷款。国民党立委陈玉玲，我伫咧民进党团的门边，安尼详细咧听。民进党立委记者会镜头摄录到，伊徛遮徛几多分钟，立委吴思瑶就真正看袂落。台湾的政论节目在直播的时候，有新华社中共派人来盯梢，民进党团开记者会，也有陈玉珍立委在旁边盯梢。我刚从这里经过了。但局长讲，伊是经过尔，刷来讲要看新北洋甲曾水雄，荷兰讲伊咧监视，但局长是当场起生气。你给我道歉，什么叫我盯上？我经过这里都不行。你不是单纯的路过 好吗？哎，我没有说我路过，我跟你讲。你刚不说你路过吗？伊就是无爱走，陈玉珍就叫吴思瑶甲回失的，点只乱二十分钟，连党内立委李彦秀甲安明凯来苛刻，伊拢无爱插应。去，回去你们的党团开记者会。真无简单，管理转去国民党团，陈玉珍就讲吴思瑶这边侵犯伊的肖像权。吴思瑶就开始侵犯我的肖像权，直接在现场对我拍照。我们国家是要回到我小时候，匪谍都在你身边，三幺四要走文化大革命吗？陈玉珍急了，中国讲不得吗？陈玉珍今天的行为，不就如同中国的海警船，不断的在台湾的海域骚扰，还说这是善意的吗？我苏瑶就讲，陈玉珍今麦都是着急啦，就像诶，逐天来金门海协乱的中国海警船。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，让你如此恐惧，必须如此表现，来跟谁宣誓，跟谁宣布？我请问你，你今天来乱这个场，是因为要做给谁看？要直播出去，让谁看到你的作为？林超英在咧支持，起码大家咧叫中国官方媒体在咧注目一挂争论节目，但有滴咧乱是要转移焦点，无敢是甲中共讲好势做临时演员。民视新闻台北报道，赶紧替恁厝里 MOD 的遥控器，伫自选的项目内底来加入民视新闻台，为恁带来上届及时、上届正确的新闻内容。